我要走了，我跟你一起走。不行，你要留下来，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你还要打鬼子。可是我舍不得你啊。虽然我走了，可是我的心留下来，跟你一起战斗。 真想永远跟你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。我们不会分开的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。 小诺，小诺，小诺！队长醒了，队长醒了！队长，你终于醒了，给吓死我们了！我就说嘛，队长是山洞，他有九条命，没事的啊，没事的。真是老天有眼啊！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！ 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对，队长，慢点啊！哎，快，快，忘记。在哪儿？队长，这是在水妹的家，咱们的临时队部。 你一脸昏迷了好几天，指导员的后事儿，我们就替您办了，就安葬在这儿。这几天家里的事儿都是我们几个人商量办的，挺好的，没出啥大事儿。还有队长，小鬼子在挖人，在白洋淀上非常嚣张，我们组织了几次袭击，但最后都是我们吃亏啊。我恨这个人吗？ 因为他的莽撞导致了林强的牺牲，或许我该恨这场战争。他一定不明白，当五个战士牺牲时我的心情，那是五个活生生的生命。 但他在目前的生气，却让我哀伤。队长，我也许误解了他，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。我懂得他看我时的目光，他是个真正的男人。可是我真的不能。 从林强牺牲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已经完全冰封。我是不是应该接受他了？沈梅说的对，我应该面对未来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真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。 已经悄悄地种在了我心里，并且开始发芽、开花。明年就要进行安城了。今天，我终于对他说了所有的心里话。那一刻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希望这样的幸福。 能持续到永远。你要见我。
我哥葬在哪儿了？我想去祭拜他。当然可以。谢谢。你谢我，你哥哥是我杀的。我知道，我哥的临终遗言是叫我活下去。 就是你的女人，这可以好好活下去。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。司家懿，请节哀顺变。渡边君，我们回家吧。请允许我常常来扫墓。 客气的，让我有点心虚了。要扫墓，你就休息来吧，不用我的允许。我作为一个证人，要务在身，有些事情也是迫不得已。我跟林兄并无 私人恩怨，如果他不争气的话，也不会死的。你不用解释了，我还有个不情之请，希望你答应。你说吧。我以前的丫头春梅，跟我情同姐妹，我想让她继续陪着我。 春梅，你要是不放心就算了。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告诉我他家的地址，我派人叫他来。谢谢。 去去去！来，我来。去去去！魏队长，你怎么有闲工夫在这里？大爷，您这渔网上为什么都是刀片呀？嘿嘿，这可是我的独门秘诀呀！这普通的网只能对付那些普通的鱼。 对付不了那些又凶又大的鱼啊！他们会把这网咬破，而我这网能把鱼划得遍体鳞伤。嘿，他越挣扎的越死得快。看看，拉上，拉上！哎，哎，缠住了！怎么样，杆子？缠住了！啊！ 队长，来，把我拿着。来了，哎呦！队长，出来散心来了。随便走走。队长，指导员的事儿真的特别对不起。有什么对不起的？要不是因为我保护不充，指导员也不会让日本人抓去了。算了，
这事儿不能全怪你。那个小鬼子的蛙人队确实太厉害了，他们在水里游得非常快，跟黑鱼似的。像黑鱼似的？嗯。你说说为什么像黑鱼？他们都穿着那种黑色的橡皮衣，然后头顶上还带了盏灯。 四姐，你说，咱们如果把他们当成鱼来抓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去把各小组组长叫来，咱们商量一下对付蛙人的办法。是。渡辺隊長、こちらの戦いはめどがつきました。 イエンリン同様幾度も攻撃し、戦闘能力はすでに失われています。総司令部から太平洋艦隊につくように幾度も催促されており、ここを離れる準備を承るよう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。ああ、そうか。大野君にシアンチャイに来てもらってから、バイアンデンでの戦況も好転した。それにイエンリン類にも大きな損害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。 このことは参謀本部の方にしっかり報告しといた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れは君たちが当然受けるべき光栄だ。太平洋艦隊で君たちを必要としてるんであれば、こっちで引き留めるわけにもいかないな。太平洋でさらなる成績を上げることを祈ってる。激励に感謝します。ところで出発だ。明日出発します。明日か。 それはまた早いな。じゃあ今夜君たちのために壮行会を開こう。わかりました。彼らに伝えます。太郎。パパ。何やってた？パパ、あの人は誰？めっちゃ気が怖いの。あのおじちゃんか。あのおじちゃんはな、すごいんだぞ。 这个交给德芙楼的礼部三。嗯，知道了。春妹子去哪儿啊？ 洛小姐想请渡边太君吃德芙楼的小炒，让我需要几个菜。要不哥哥陪你去？随你便。哎，几位，里边请。不用了，炒几个小菜，打包带走。哦，那您就点菜吧。这上面都写着呢。哎，你干什么？没事儿，我看看上什么菜，我替你把关。你管的还真宽呢。哪里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队长。 刚刚接到李木三的消息，鬼子的蛙人部队明天就要离开西安城去天津。想跑，没那么容易。你去通知大家，今天晚上突击一下，把咱们的独门武器准备好，明天跟小鬼子决一死战。是。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你说咱们就在这瞎干，万一小鬼子的船队不走这条水路怎么办啊？队长不是说了吗？这事儿包在他身上，你就放心吧。我不是怕他还没缓过神吗？队长啊，是真正能上能下的汉子。同志们，都紧把手啊！这小鬼子马上就过来了。大家抓紧时间撤出雷区，快点！小心地雷啊！哎，三，来了。報告国前方に安保線を発見。手旗信号遅れ。どの隊か問うんだ。はい。就是啊，张牙舞爪比划啥呢？你也跟着比划。不会，他怎么比划你怎么比划，快点！哎，啊，反了！哎，怎么回事？鬼子船队。伝えろ。止まらなければ撃つぞ。陈安，把船靠近。别比划了，准备战斗。部队，打！
他にいるか。いいえ、すべて玉砕しました。畜生、家にいるに代価を払わせてやるぞ。早く新安茶に戻るんだ。希望你泉下有知，我们已经为你报仇了。1940年，八路军在华北发动的百团大战，令日军感到八路军敌后作战的巨大威胁。为了实施报复，日军华北方面军纠集日伪军10余万人，在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三光扫荡战。我抗日军民遭受了空前的损失。雁翎队在白洋淀上和日伪军展开了反复的拉锯战，期间进行了大小战斗上百次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，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，小鬼子得到了重创，但是我们绝不能松懈，他们的气焰还非常的嚣张。虽然我们的力量有所壮大，但是从军事素养和装备上来说，我们还处于弱势，所以啊，这打鬼子还得靠我们自己。那是啊，就必须得让别人打，我们还不干呢。没错，我刚刚从军分区得到情报，这鬼子在西安城啊囤积了大量的军需物资，所以我怀疑啊，这老鬼子冈村宁次应该有大的行动。军分区命令我们雁翎队啊查明这批物资的去向，如果从白洋淀水上运输的话，务必将之截留。嗨，队长，我还以为什么任务呢，这咱们又不是第一次干了，对不对？只要他敢来，咱们就让他有来无回。这次运送的物资非常之大，所以我们绝不能大意。渡边现在又荣升了连队的队长，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那个粮饷多了呗。啥呀？当了连队长就意味着又能多调好多人了。没错，一个大队有1000人，这一个连队那就是3-4千人。啊，这么多人啊！别紧张，不是说这3-4千人啊一股脑的来到白洋淀。渡边现在的防区已经扩大了，西安城旁边的这2个县也归入他的管辖范围之内。队长，听说这冈村宁次小鬼子挺滑头的，他什么来头啊？就是，这冈村宁次啊，说起来他可是臭名昭著啊。冈村宁次，陆军大学第25期毕业生，早年间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，是著名的中国通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任第11军区司令官，指挥过武汉会战，后荣升为陆军大将，现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。怎么，不认识了？丁水妹。哎呀，水妹！快，把行李给我。我可想死你们了。水妹啊，我这事军装一穿，太漂亮了啊！不是水妹，你打扮成这样，你要吓死咱们呢。是啊，漂亮。哎呦，你穿这身，打死我也不敢认了。是啊，行了行了。
你们怎么还跟以前一样不允许人家进步啊？不是，主要你这进步吧有点猛，我们大家有点接不住了。对对对，太快了，懒得理你。这位同志有点面生，是新来的吗？啊，我叫陈汉。你好，我叫丁水妹，是以前雁翎队的副队长。久仰久仰，如雷贯耳啊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们肯定没少编排我吧？没有，谁敢数落你啊？可能。哎，水妹，你不是抗大毕业后调到辛巴团当指导员去了吗？报告队长，我是来报道的。报道？组织上派我来给雁翎队当指导员。指导员。现在新安城啊，还是渡边在把守，他又刚刚升为连队队长，保安团团长呢还是贾顺，便衣队队长换成了马有德，河防队队长是大野。大野，是不是那个蛙人队队长？没错。自从上次啊，这个蛙人小队被咱们全歼以后，这个大野就趁机溜回了新安城，后来被渡边老鬼子招揽到麾下，由他重组蛙人小队，也就是现在的河防队。要是让我碰上他，非亲手杀了他不可。不过蛙人小队现在还是很厉害，要不是上回他们大爷，咱们雁翎队很难收拾得了他们。嗯，你越是这么说，我对他们越是感兴趣。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咱们雁翎队的情况。现在咱们队伍啊，已经扩充到了120人，大小船只有近100艘，我们还缴获了敌人的汽艇1艘。不过这一年多，我们的伤亡也很大，所以现在大部分队员啊，你都没见过。哎，你抗大毕业的时候，怎么没有回来呀？我听见小诺姐牺牲的消息之后，非常难过，我怕回来了心里会更难受，所以不如走得远一点。老魏，我想跟小诺姐单独说说话。好吧，你们姐俩好好聊聊。嗯。小诺姐，我这么长时间没来看你，你不会生我的气了吧？其实啊，我每天晚上在梦里都能看到你，和你说话，跟你一起战斗。我真的觉得这辈子能认你当姐姐，就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我一直都在给你写信，今天终于能亲手交给你了。这封是我刚进学校的时候写的，当时有3句话，8个字都不会写。我当时啊，真的觉得特别不适应，很自卑。我觉得我处处都不如别人。我就想起小诺姐你跟我说过的话，
你说这写文章就像和最亲的人说话一样，所以我就想啊，是我和小诺姐在聊天呢。这封信是在我听到你牺牲的消息之后写的，我当时真的想立刻回来替你报仇，可我偷偷的跑出来被学校抓住了，还关了两天的禁闭。小诺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哥哥嫂子死了以后，你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亲、最关心我的人。你还没有看到我抗大毕业，没看到我穿军装的样子，你怎么能就这么走了呢？小诺姐，这些你都听到了吗？也许这样，你就能收到了。希望太郎会喜欢这份生日礼物。一定会的，他看见这幅画就像看见他妈妈一样。最近何の用だ？渡辺隊長、昇格されまして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祝賀会を催したいです。そんな必要はないよ。いいえ、隊長、昇格は隊長一人の栄誉ではなく、我が皇軍兵士すべての栄誉でもあります。祝賀会を催す必要があります。まいったな。そこまで言うんだったらいいだろう。隊長、明後日を予定しておりますがどうでしょう？君に任せる。だが派手なことはやんなよ。うん。はい。それと優さんとお似合いですね。行け。渡边大佐。うん。我忘了恭喜你了。啊。对了，今天我想去给我哥扫墓。希望得到你的允许。你又来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们之间不用这么客气。嗯。
那是应该的。但是，多带点人，注意安全。好。春梅，你进去买几样我哥爱吃的点心。是，小姐。春梅，我让人把你的房间收拾出来了。谢谢，太客气了。自从你走之后啊，咱们这个队部是多灾多难，两次被毁，一次被烧，一次被炸。我让人重新给你布置了一下，就跟小诺在的时候一样。啊，你别误会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我也希望能和小诺姐在的时候一样。一会儿你休息一会儿。晚上给你开个欢迎会，搞这么隆重干嘛？应该的，衣锦还乡嘛。我又不是中状元。队长，队长，这刚刚接到陆鑫传来的消息，小鬼子为了庆祝渡边荣升，决定后天在新安城给他举行庆祝活动。好，知道了。哎，陆鑫。对了，忘了跟你说了，陆鑫现在啊为我们工作，主要是刺探日军情报。没想到一个大小姐现在成了情报人员了。是啊，在她哥哥骆明义死了之后，她变化很大。既然渡边有活动，不如咱们去参与参与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既然有活动，肯定守备松懈，不如咱们去炸掉他几个军火库和仓库，给渡边啊放上一个大烟花。嗯，这个主意不错。那我的欢迎会就改成战前讨论会吧，咱们给渡边一个大惊喜。好啊。根据李木三提供的情报，除了这三个老的仓库以外，鬼子又增加了两个新的物资转运站。但是由于鬼子防守严密，我们还不知道这五个囤积点里存的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哎，这个地方以前不是信义堂的仓库吗？啊？没错。是信义堂的仓库，就是后来啊，被马有德霸占了。那我们可以从这里入手。你们看，这里离码头很近，炸完之后方便于我们直接撤回电上，而且陈汉对这里很熟悉。那是，我闭着眼睛都能摸进去。不过这个仓库啊，为了防止意外，后来修条密道，不知道现在给填上了没有。填上了，咱们给它挖通不就行了？这但愿啊，这仓库里藏的别是些不值钱的东西。去去去，别瞎说。依我看呢，管他值钱不值钱，先炸了再说。队长，这次还是让我们狙击组去吧。啊不，队长，我认为啊，这次去不是放黑枪，所以还是我们侦察组去比较合适。要叫我说，我带几个信义堂的兄弟去，他们呢对那里比较熟。不行不行，你们的人脸太熟了，那一进城不就让人认出来了？行了行了。你们都别说了，依我看啊，每个队出几个人混合编队比较好。这打仗讲的是兵种配合，知道吗？看看看看，还是咱们指导员吧，这话说的条条在理。对，就按指导员的意思办，每个组报五个人，我们再筛选一下。好。哎，朋友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朋友，我们是跑江湖的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去西安城。西安城，你们该不是去给渡边那个小鬼子庆祝升官的吧？啊，这位好汉，我们跑江湖就为挣口饭吃，可不管他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。对，说的也对，不过得奉劝你们一句啊，这西安城不安生，能不去啊就不去了。我们这也是没办法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那问一下，是受谁的邀请啊？这个就不方便告诉你了。
好汉，我们还要赶路，就此别过。好。乱了土匪！朋友们，投降吧！我们燕良队一概俘虏。我们罗汉团跟你们燕岭队一向井水不犯河水，干嘛跟我们过不去啊？哼！你们罗汉团跟小鬼子相互勾结，狼狈为奸，民怨很大。我们只不过是替天行道而已。你们别得意得太早，我们大当家的是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大当家的，你们大当家的是不是比小鬼子还厉害啊？小鬼子我们都敢打，何况你们一个罗汉团？算你们狠，我今儿算栽了。到底想把姑奶奶怎么着吧？放心吧，我们燕陵队是有纪律的队伍，不会乱来的。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。齐进，快点，都带过来。队长，队长，怎么回事？三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唱大戏吗？师妹，这个啊，就叫一打瞌睡就有人往上递枕头。什么意思啊？队长，他们是罗汉团的土匪，得到马有德的邀请，去西安城给渡边献艺的。那你抓他们是想冒名顶替？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小小女婿，还望眼，仰天长啸。小小女婿，还望。